冻天气，法犹然在心中，也在天未亮即出门共修地藏经的行动里。重头戏岁末围炉，香积厨房里从不缺人手，大伙可都是抢着付出。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围炉嘛，难得的机会。我下雪，对啊，但是一种团聚的力量牵引着我，一定要来。加州回来一个礼拜，所以想说来看师姑师伯。那弟弟嘞？我也是，我是放寒假，所以从学校开车回来了。学校开车回来开了多久？差不多七个半小时。台语慈济歌曲是美国新泽西志工群思乡的浓情意。屋外一片冰天雪地，屋内满是的温馨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刘慈楚、黄慈勉、王万康，美国报道。